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米娜。今天我们继续在三分 Capistrano 来参观托尔兄弟的 Harbor View 的样板房第三号。那样板房第三号呢，是他们这边最大的，目前呢有三栋现房可以出售哈。那么三号样板房呢是4到6个卧室，3到4个半洗手间，双车库，3428尺，将近320平的居住面积，可谓是非常大的居住面积了。并且这边呢，距离达纳角海滩的沙滩直线距离非常近，而且交通呢很方便，学区呢又很好，环境非常宜人。那么在这边度假啊、养老啊、生活居住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好了，现在跟我一起去里面参观一下吧。那么托尔公司呢创立于1967年，那他所建的房子呢现在也是口碑非常非常的好，那他呢也是世界500强公司，他所有的技术呢都是停留在顶端的，包括这个房子里面很多的high tech 的东西啊，就比如说很多高科技的东西，比如说空调啊、咖啡机啊、烤箱烤炉啊，还有一些音乐设置系统等等，可以看到这些细节，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。抬头呢跟我看一下顶上的 speaker， 这么多的蓝牙音箱，你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做家人的音箱影院呢，在这边唱一个卡拉 OK， 满房都是你的回声，哇，那种感觉有没有在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感觉呢？
哎，这个椅子好好玩儿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。我们参观了 Harbor View 的第三号最大的样板房户型哈。如果你对这个房屋感兴趣的话，记得联系我。如果你想咨询美国房产的话，也欢迎联系我哦。我是 Mina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